披荆斩棘的哥哥，家族诞生夜。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，把握最后一次机会，尽自己最大的全力，把我们能够做的做到最好。没有回头路，最后一关呢，我就是要来这边赢的，绝对不能输，让人看到我们的那股杀气，赌上了一切，义无反顾的一直往前走，让自己在台上燃烧，打开了一个火，所有的野心拿出来了，已经到最后了，我会赢的。